最长的恐龙是地震龙，地震龙是恐龙中超大的恐龙的代表，被认为是世界上最长的恐龙。而这一说法已经得到了公认。由于身躯庞大，地震龙行为十分缓慢。小心！咋？小心哈！哇，这么大哭！哇，这家伙！他们一下就走啦？他们现在住得远。怎么样？加进去，就从家里面那个香一点。嗯。吃吧，来，我们先吃吧，先吃饭。来，咱开吃喽！来吃骨头，给你个大骨头。嗯，骨头可以吃吗？骨头上有肉哦。有肉吗？豚骨就是它。来、啊，我跟你们来分。不吃，藕片吃不吃？藕。胡萝卜。豆子吃不吃？这个好有营养的哦。秋天就是这样吃，那我们看看，可以吧？主要是加的东西好多了。孩子，还喂你吃啊，再见。多少？看一下，小峰，你给了他100块钱？没有，就是那2张是他自己从你那里拿的。我可能7天吧。7天没给你啊？就2天没给你。今天没给啊。今天和昨天没给你啊？嗯，还有。那我们待会妈妈给你10块钱。100块嘞，那你来，弄哪个了？小老板呢？是个，啊？咱你是个小老板吧？今天买水果的钱子涵请嘞。今天你请爸爸妈妈吃水果，好不好？嗯，我买点水果，我再想买点。
我要买个碗机。他开始带着我这小熊包跟妈妈、爸爸一起去买东西了。嗯，你今天主要是干嘛呀？我今天要请你们吃水果。其实水果什么水果嘞？葡萄，还有，我还要买苹果。好的。你们先去，你先下去，我来稍微收拾一下。好的。是啊，我们现在就好高兴。子涵，你穿红色的衣服好帅哟。嗯，红色是男孩子女孩子都可以穿。那人呢？不是，就两个水果，一个这个。等一下，我找个八的。哎，九块九的吧？子涵，你要付钱呢？29.6，子涵，你要给阿姨钱。拿个50的。这个是50的呀。放在钱包里，放在钱包里，钱包拉好哦。